航空今年呢，实际2015年以后呢，首次再次的以大型招募的方式来招募我们的航空服务人员。那我们这次招募的职缺呢，是以航空服务人员来招募。我们希望同仁们呢，能够具备多元的职能。外表，我就去学习怎么绑头发，然后还有让衣服比较合身之外，然后有在家里有练习找一些华航官网上面的文章朗读这样子，然后还有多做去查询跟华航有关的新闻啊资讯功课这样子。觉得我就在网络上做很多功课，我觉得主要是要表达很亲切的感觉，这才是会比较制胜的关键。